của tôi Recording hoạt động in cứng trong hiện progress. tại.68页倒数第二，第一小节，两边，一个大指，一个中指，大家看，好，音少，然后往中间稍微挪一点，这个脚底下两个脚的都力量要稍微强一点点，上面有重音符号，并且我们中指勾完要做左手揉弦，右手弹。右手的大指弹，第一手弹完抬手，然后去找两个点的背低音搜，这个力量感稍微强一点点，音色稍微亮一点。弹完左手要去做揉弦，指法是大指、中指。好，再往下，这个两个点的搜，我们在左手揉弦的同时起完，直接回来，往哪回？往中音区这几个音回，慢慢的推，占了一拍的四分之一，稍微推，最多六个音，推四五个音就可以了。用大指推下一个音，又是一个搜，第一搜还是用大指，怎么接？用大指直接推过去之后接的这个音，我们不需要换手指，大指推上去，一气呵成。第二小节的第一个脚底下一个点的低音搜，还是用大指，大家标一下指法。这个不能我们嘚儿，然后再食指再去中指，不可以这样。一定记着大指这个四分之一的小花指，刮完之后刮个四五个音即可，然后直接接一个大指，下边又是一个两个点的背低音搜。好，大家应该能听出来音色的区别，这个要稍微重一点点，并且弹完左手，身体要稍微往左边倾一点点。好，要揉弦。这是第二小节的前两个音，第二小节的后两个音就是第二拍，食指大指。提弹方法，莫托。摩托，嗦拉用摩托。下面一个中音哆还是用食指，大家标一下指法。第三小节的第一个音中音哆用食指。好，标完之后呢，一个低音哆，一个两个点的。背定啦，这个怎么弹呢？中指连勾，勾完还是按，需按脚底下两个点的背定啦，按不下去，我们身体往这边稍微倾斜一点点。一定记住是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三个手指并起来空弦，好，身体稍微倾斜一点点，这个是。背低音啦，我们不要着急，一定是右手弹完，左手再按，不要着急。再往下走，又一个大指，中指勾完哈。第三小节的第三个音，中音都用大指弹。好。再往下，第三小节最后那个半拍，那个花指，这个整整占了半拍，不要慌，推慢一点音，还是中音区的几个音，不要碰到高音区，音推的时候清晰一点。好，还是直接推过去接的大指，我们大指一气呵成，直接大指走，一样的这个背低音骚又是一个。中指弹，弹完之后揉弦，两个点的骚，弹完左手要稍微往琴弦的左边，身体要倾斜一点，左手要用力量，因为这个你要力量感太差的话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出来它的揉弦的力度，因为是琴弦比较粗嘛。我往下走，嗦拉摩托，它是一个
回旋的一个句子，然后前面呼，后面应，指法一模一样。手拉食指大指。还是一个中指连勾两个音。连勾之后还是按两个点的背低音啦，把它按到低音哆的音高上去。下一个又一个大指的中音哆，大指中音哆，它 re 就不一样了，到 re 是哆儿，然后往高音区稍微调几个音，然后用食指这个地方大家标一下指法，和前面不一样了。其他都是刮奏完直接接的大指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嘚儿，主要是用食指，大指推推四五个音，五六个音之后，用食指去抹那个 re，画一个斜线，指法是食指。好，那这个地方，这之前 re 之前呢，大家对指法有没有问题啊？老师，那个第二小节最第二小节第二拍 sol la 是托抹还是抹托？摩托，抹托。大指，哦，那我都记反了。食指，是大大指。指。嗯。好，其他的除了这个打还有没有问题？哆，然后哆，这个我想再听一遍，就是说指法。哎，指法，第三小节的第一个音那个都用食指。第三小节第一个哆，这一行。那个中音哆只有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用的是一个食指，然后中指再去连勾两个音。第三小节第一个音用食指，下面连勾两个音，后边是接回来是大指。第二个哆就是这一第三小节的第三个要弹的音，那个中音哆该变成大指了。这个中指，这个连勾两个音，您能不能给示范一下，怎么个勾法？哎，这个中指甲片跟我们弹大指连托的时候几乎是一样。我们大指正常弹用小关节，它肯定是，甲片正面触弦，就是小关节立在琴弦，我们这样去弹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连托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开始学一级的曲子里边有的连托，稍微你看焦度调整一下，稍微倾斜一点点，一下扫两根琴弦，同时两根琴弦，它不是这样。不是这样，是稍微甲片倾斜一点点，一下两个音出来，然后把低的那个音再去按到上方音的音高上。那勾也一样的道理，我们正常弹勾的时候是，好看这个侧面，这小关节是立在琴弦上的，但是我们要弹连勾呢，稍微倾斜一点点，调整一下角度，啊，任意一根琴弦。这是哆来，我们把哆按到来音啊，音高上一样的这个道理，拉哆，背低音拉，定哆，那要把背低音拉的音高按到，弹完之后按到低音哆的音高上，看，啊，搭上琴弦，好，现在明白不？要调整甲片的焦度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直直的去弹了，不能这个方向再直着去走了，稍微斜一点点啊，看手臂稍微下压一点点，这个手掌这手心稍微空高一点点，用中指往怀里，同时两根琴弦往手心去走，好，你试一下。
明白了。好的，那弹的过程中呢，记着不要出来是两个音就可以了，一定是同时出一个音，它只不过音响效果会更重一点。我们弹完之后再去按这个琴弦，按不动，这很正常的。我们慢慢的往下，一次一次，时间长了啊，自然就指尖力量达到了，自然就按下去了。好，其他的还有没有指法不懂的？老师，我再问一下，刚才说的这个中指连托，那都两个音是同时出来，不是先后？哎，不哎，是不先是先后，后，哦，是同时出来。连珠，那么叫做前连托珠。那个8度大搓，一开始那个第一个音，它是前后出来。你说你第说一第页一的位的吗？呢？我说的是第67页的第一个音符啊，它是那个对，这个8度的，它是那它也它是也是同步的，也是同时出来，不是先后对，它它是双哦，双那双大大指指的的双。双，对，大指的这个就是这个8度这个连托，它是那个它也是同时出来，不是先后，嗯。对对对，就对，同是。时。还有还这有个这地个方，地就方，就刚才刚才我我讲们讲。三小节，刚才说的那个连勾的那个音，假如说大家那个中指这个角度我就调整不过来，我就出来就是两个音怎么办？用连托也可以。也是一样的连托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它音色上，如果你仔细听，就是稍微有一点差别啊。它这首曲子要求的是连勾，但是我们一般连勾，好多人第一次练，你看那两个音呢，不能就是同时吧弹起，就会出现哆啦，出现这样的音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也可以用连托，就是备用方案，可以用连托。那其他的还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一行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吧。看68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那个。字儿，这要起手啊！这个 re 用食指抹完之后要起手干嘛？我们从稍微手往前送一点点，中音和低音的交界处几个音就可以了。用一个食指往怀里走上行，然后刮到哆的时候，刮完之后。你的右手的食指连抹抹完之后，左手给一个上行。这个音色呢，稍微 MP 弱一点，大家不要使劲讲，不要这样去弹啊。刚开始，因为我们刚做了有一个花指，刚点缀完这段，然后直接手提起来往上稍微带一点。大家试一下，这个地方一定是抹，它上面标两个斜线是连抹的指法。其实我们往简单了讲，它就是一个食指上行的一个刮走。你看食指这样，但是我们刮的过程，这个音又很短，五六个音就可以了，这就够了。刮完之后，尽量到 re 到中音区的 re 我们就停，右手就起了，左手就开始按上滑音了。先大家先把这个试一下，如果这个会，后边呢五六行我们就不需要讲，大家都能弹下来了。记着刮的过程，用食指拉的时候，它又叫连磨，要音色要弱一点点啊，音量弱一点点。问一下老师，现在我们讲的是68页第几行啊？
大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的第二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试一下，能不能弹几个地方？好，如果这个连续的连磨，如果能弹，我们就截一个大指。大指在哪儿刮呀？它是有律动性的，它也是有规律的。我们刚才食指连磨的这个区域呢，在中音区。我们回的时候，你看它像一个圆一样，那是不是要稍微带一点高音那几个音？高音哆，或者是中音啦。像一个圆，好，大家先学会画圆。画圆不能画成直线啊，大家不能上这个往高音区来叫上行吗？不能上下上下，不能这样啊！一定记住这个地方，要想弹的真的像泉水叮咚流水那种感觉，一定是画圆圈。你看，哎，我从低音往。高音来的时候，我上行的时候，你看我稍微斜一点点圆，回去的时候往里收，圆收，然后上行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听到了，你看我到最后几个音的时候，快开始收的时候，你听音色，是不是要稍微紧一点这个音？好，这个地方大家先试，我们先不按这个中音哆，就这个划圈，大家如果能学会，那就很棒了。一定是划圆圈，圆转圆。好，先从低音区靠着前梁转半圆，再从筝码这边靠近筝码这一侧往。上面走，再转一个圆，对，转圆划圆，一定是一个圆，绝对不能上下上下，这是最忌讳的。好，大家画一下这个圆试试看。好，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手腕呢，一定是很灵动、很放松、很自由的。大家绝对不能这样挑起手腕去刮，也不能这样压起手腕去刮啊。它很放松，还原，我们可以先空还原，好。放在琴弦上面空划，哎，划完之后呢，搭住琴弦就是先食指上行，大指下行，食指大指，食指大指，这个圆一定是小圆，不可以从低音区一直拉到高音区，不可以这样去画。一直是，一定是一个小圆，五六个音就可以了，这样去转。好，我们会了的话，就把这个都加进去哈。我们从68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，我加一个花指 re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走。好，大家看到了，你看我是直接接过来了。我们刚才分开练的时候是，不是抬手了？那我们要还原了，就连到曲子里边，方法学会了，我们就不抬手了。那连续几个这样的音呢？总共划几圈呀？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我们都。整整划了三圈，都要去按这个哆，那弹的区域都在中音区这一块儿。
不要牵涉到背景音区，刮奏的时候不要范围太大，也不要碰到高音区这几个音阶量。你下行的时候稍微碰两三个可以，就是上的时候我们能到 re 停就可以，注意 re 就可以。看68页的第一小节是不是都是啊？然后刮回来上行，下去，大致下，又一个上行，下去，带上我们刚才那一圈。68页啊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那一拍了，那个哆，是不是我们这个哆，它是有规律的，要按3次，要划3个圆，这样大家记谱就容易了。等于三圈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都是到 re 停，带点尾巴有连磨的那种感觉，当像溪流碰到小石块那种感觉。好，大家刮一下试试，总共三圈，刮完开始考试一下吧。就是刮三圈到 re，然后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哆滑音，那个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哆就是我们连磨，是指上行的时候刮。这个是指上行到 re 的时候，我们刚抹过来的音，然后左手去按中音哆，按它的上滑音之后，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re 和哆这俩音的一个连磨音了，对不对？那把哆按到 re 的音高上，是不是就是一个连磨音，会变成单弹是这样效果，但是我们放到刮奏里边。就是加了刮奏，又有连磨。老师，我还没太明白，就是说我们前头的那个刮奏的画圈儿，就说前面这三拍哈，就是高音的时候画圈画到 re 为止就往下行走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啊，上行的。我明白了。那就是说我们在画圈儿的时候，画到哆的时候，画到哆 re 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呢，左手把哆按到 re 音，这是一个上滑音。同时，我们这个右手的这个刮奏呢，往上刮就刮到 re 就往回走。对对的，的，到到 re 了我们就要开开始，我始了。们该大指了，该大指下行了。大指下行呢，也是从 re 那个地方下行，它不会再高。不，这个这个是是圆，圆，你看，然后我们把它它俩肯定是同时同时存在的呀。呀。我们这只是上行上行和 re 在接，音往上边上边高几个，它这个这个圆，圆，它俩是在做。一大大指，指我们往，我们可以我们通过可以通过它它的拉，高音都是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就是这个我们刮奏的时候，这个上行和下行，食指和大指是衔接的，对吧？对，赶紧贴贴大的，对，那食指大指是衔接，我音频视频现在都打开了，老师看一下啊，这是。是这样吗？也就是说，我画的这个圈儿不受这个哆来的那个限制。对，不受。它有它一有一点点自自由，由的啊，对，但是自由刮的。拉的然后表现起来，水流转进行小小石块块的那那个，个要画的太大，小一点点可可以。以。哎，那这一会儿哪位老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，这吧，一一点点确确实实，后后边边就就没没问问题题。了。我们刮一关遍键试。您这么放老师说话的时候，您弯腿要，是不是不清楚？那这样哈，
我把它变成画廊模式，这样每一个人都大一点，我可以看得明白一点。就是老师说的，我们得把声音关关掉，比较清楚了，老师说的。我这边画画面是不会动的，我在这等。那这样，我把老师的焦点视频移除，这样每一个人就都能看见了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好像就老师说，我们得把那个声音关了，要不然他说说话有回音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老师的那个聚焦给移除了，我们用画廊模式，每一个人都是放大的，这样的话呢，老师就可以看得见了哈。啊，谁出声音谁就是放大的，好的。现在是零哈，嗯。刘回给老师看一下。我们只能听不到声音。我再说一下啊，那个我现在已经把王老师的聚焦给去掉了，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模式呢放在这个，这叫个什么模式？放在这个演讲者的模式上，那么谁出声音，谁的这个图像就能够放大在屏幕上，啊，刚才那个零，谈完了哈。现在是燕在说话，那严老师你能谈吗？我谈不了。哦，你谈不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我怕回音。那我把话筒关了。现在好一些吗？听我说话啊，哎，这一会儿回声不太大了，好一点了。那个于俊老师能给王老师谈一下吗？
哦，这个前边的画面是不会动的，后边我能看到这个手相对还是比较放松的。其实流水这一段呢，它很自由，没有我们就是想象的很拘束，必须到哪个音停。一般大家记一个方法，就是到我们要按上行的时候，我们要按的那个音上方音的音高那个位置就停就可以了。就是比如说它要按的是哆，我们到 re 那哆肯定上滑之后它的音高就是 re 嘛。都只能滑到 re，我们按照这个琴弦它的张力，它也不可能都直接滑到 so 上去，我们就必须要弹到 so 或者 mi，直接到 re，它形成一个连磨就可以了。然后下行的时候，稍微低几，稍微高几个音，我们是刚从 re 只结束，那还原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又从这儿开始，这就不叫圆了。如果我们刚到 re 停。上行的时候，下行也从 re 开始，是不是它就变成一个方块了？它就不会是圆了，那怎么才是圆呢？它稍微错开一点点，然后上行到，假如说就到 re，那往下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错两三根或者三四根琴弦，最多四根，然后大指下手就可以了。它其实很自由，很灵动。它一般下行的时候没有刻意要求，我们必须要弹到哪个音，除非有单音。我们下行之后，比如说68页的第三小节最后一个音，第三小节最后要弹的那个，你看下行之后扫，像这个一定是要弹出来的，除非有这样的音，如果没有都是。还原还原这样的按连抹的一个上滑音的话，那就比较自由了。大家不要刻意就去找我必须是哪个音开始吗？没有，你记清楚，上行的那个音，我们就是按上滑的那个音再往前边走一个音，它的上方音那个地方就可以停了。如果下行，搭大指的时候，中间隔三四根琴弦，比它高三四根琴弦的音高那个位置，我们去下大指去拖。好，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明白？老师，我想先把它那个确认一下哈，就是说嗯。我上滑这个箭头往上的，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手正好是往怀里走的，对吧？正好是这样的，对对。所以它是就的，不是是的。那往上推的话呢，它那个箭头往下的话，实际上我们是往外推的，对吧？所以这就对，是，它叫下行。这叫下行。OK，好嘞，行，谢谢对，啊。往低音去叫下行，往高音去来叫上行。好，那这一段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滑的三个圆，大家能不能明白？一定记着第一点，大家可以做笔记。第一点，音箭头向上，就刚才于俊老师提出来的，害怕大家弄混啊。箭头向上就是上行，有低音区往高音区弹。记着，箭头向上，它叫做上行，有食指从低音区往高音区弹。弹到哪个地方呢？就是我们需要按上滑音的那个音，再往上方高一根琴弦的那个音就可以，就是挨着紧挨着那根琴弦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箭头向下，脚下行，我们用大指、大拇指去往远处推，推几个音呢？推五六个音就可以了。开始的这个下行大指开始的那个音怎么记？它上面没有标示，谱子上没有标示，我们怎么记呢？那是食指结束的那个音，比食指结束的那个音往高音往细弦上多个四五根琴弦就可以。好，这样就是做成笔记，大家应该能慢慢多看两遍，应该能理解了。就是我。看到笔记，我自己转着，这样一会儿就能理解了。
好，我来说来看复述你刚刚说的话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你下行的时候是吧？啊，你上行的时候那个音是到那个 re，实际上是到那个 re，是不是？是到对，那个 re 是吧？就是的。你用食指把它下行到 re，哎，然后这叫你是上吧？行，啊，上行上到 re。行，啊，上行对，到 re，停在 re 那个地方，然后你用大指往下行的时候呢，是在 re 下面的四五个音开始，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比 re 要高四五个音的那个琴弦位置开始。开始，然后再往上，往低音区走，走到那个 re 那个位置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啊，这个任意刮，刮多少就六七根琴弦就够了。我们不要这边刮的少，就食指刮的少，大指推的多，就这样也不好听。它是很流动、很自由的，都刮的音是差不多。每一边就是食指，你六七个音，大指也是六七个音，它是有规有那个相互是基本对称的。我们不要错太多，但是也不要数数。那你中间肯定是有断的，是吧？比如说你停到 re 那个地方，然后你再往低音区走的时候，你又在 re 下面的好四五个音那个地方开始，是吧？不可可能能是是，说完全连续的吧，是吧？它是一个圆，没有断的。我只不过它的音我结束的早，食指上行的音我结束的早，结束在。假如说就说第一个，结束在中音 re，我大指开始在高音都这个位置，它是音是连续的。你看，我食指刚刮到这儿，我大指就接音了，中间是没有空隙的。哦哦，就是你停的位置和你上行的位置，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音，从这不个是一是，老个音师起。说的是时间上头没有间歇，在那个对。音高上头是有一个跳动的，从 re 一下跳到了更高的上边的四五个音上，然后往下拇指大指往下推。对，啊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，行，我知道，时间上是连贯的，但音高上面有差四五个音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是这样，对的。好，对，好，明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刚开始我们画画圈可以小一点，那假如说你插个两三个音也可以。我们越画越自由，越推越自由，到最后我们就不需要数数量了，到底是几个音呢？好，那这个地方大家都理解明白了吧？我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你那个哆的上滑那个位置是怎么处理啊？那个滑到上行到 re 这个我知道，然后你下来的时候，你到那个哆有一个上滑，那个是怎么处理啊？它是在上行的过程中，食指上行的过程，我们要上行到 re，是不是这个食指已经经过了哆了？对。它经过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按上滑音了。它只要经过弹完，用食指我们这个刮完上行完，我们就可以左手去按它的上滑音。哦，基本上是同时的，你把 re 刚刚弹过的，然后到哆的时候马上就上滑，就形成一个连抹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它连抹肯定刮奏的速度要比我们单弹要快一点点，对吧？那就连续的过来。啊，这个音响效果应该能听出来吧？好，明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另李外静就老是师。下行的时候，那个再经过re do 的时候，左手已经抬起来了。对，我按，下行不按琴弦，就是大部分都在上行上。好，这一点没问题了吧？那没问题。
我们68页下边的一行，今天把它讲完，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就是68页最后一行第一小节，其实就是两个圆啊，大家看，一圈，两圈，是划两个圈就可以了。我们记着，食指划到兜的时候，划完之后左手要给一个上划音，这是第一小节。那第二小节换琴弦了。我们要按的是 re，还是这个区域还原？看音是不是高一点了？我们要把 re 划到 mi 上，大家一定搞清楚按的是哪根琴弦啊。68页第二小节，食指上行刮奏，连抹之后画的是那个按上划的那个音是 re，又变成哆了。到下一趟拐过来，下一个圆。回来的时候又变成哆，它是 re 上画哆上画，这是第二小节。第三小节呢？还、好，你说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就是你这个跟上面一个小，刚你讲的那个，那上面有两个小斜杠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小斜杠就是连抹，啊，连抹啊，谢谢。因为我们食指上行的这个过程，碰到哆 re 的时候连这个。上行刮奏的过程快，弹到这两根琴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它标示为它是连抹音。其实它就是刮奏的过程，碰到这两根琴弦，我们给一个上滑音，它的音响出效果出来的类似连抹。那后面没有这个两个斜杠，就不需要搞连抹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都是要连抹呀，但下边没有代表所有的指法，只要是上行碰到的。我们用食指刮的两个音都是用连抹指法，就它算上音面响。写那个小斜杠，也是用连抹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68页第二小节大家都明白了没有？就是上行 re 上滑，然后滑一圈又下一圈都上滑，这个简单，大家能理解吧？可以，可以理解。好，那第三小节啊，我们又划圈儿，又是食指上行，re 上滑，食指，那我们肯定弹到咪就可以收了。re 上滑，然后大指下去又划圈儿，又上来，又到 re 上行，上滑，然后到咪停，然后下行我们是有位置的，到哪儿啊？你看这个就跟刚才我讲那个大指要比。右手的大指要比右手食指上行的那个音往细弦上多推4、5个音呢。你看看这个就来了啊，第三小节的第二拍。好，re 上滑之后，re 上滑，我们直接弹到咪，到咪就收了。那大指往下行，我们要多4、5根琴弦，那就多到哪儿啊？多到咪，高音咪就可以。然后大指推。好，这个搜呢，大家标一下指法是大指连续往外推花指的时候，也可以叫花指，也可以叫刮奏。往下行去推的时候，正好碰到这个中音搜，要抬起来，这个音一定要弹起。大指，大家画一个指法符号，也可以写一下，这个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提手。其他的都是任意刮呀，划圈呀，划圆呀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大指往下行推，推到这个骚要站一下，要停一下，就是哦，这个水流被这个大石块阻断了，我们到这儿要停一下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能明白吧？明白。好，那我们第四小节又是一个上行，你看食指还是上行的刮到拉停，但是我们要经过骚的时候按它一个上滑音。好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水流这个越来越激荡了，我们这个声音区越来越高了，往高音区走了啊。接下行，又接一个。好，一个是嗖的上滑音，一个是
哆的上滑音。这两个记清楚，哪个是上滑？一个是食指上行，刮奏，刮到嗦啦，经过嗦的时候按上滑，一下推，摁一推，然后食指再上行。这是第四小节，我们左手按的是中音哆和高音哆，然后一二三四，第五小节还是高音哆的。高音哆和中音哆的上滑音都是食指抹之后，连抹之后。刮奏拉过来的过程，我们碰到这根琴弦，左手就可以去按它的上滑音。然后下一小节，do re 两个按的都是中音 do，跟前边我们刚开始学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。好的，这一行68页这一行就结束了。最后一小节，大家记得是按中音 re 的上滑和中音 do 的上滑。唯一需要一个地方记得就是第三小节，两个 re 的上滑之后，我们大指下行的过程一定是碰到嗦就起手，碰到中音嗦一定要起手，不需要做揉弦，但是这个嗦要起手再下手。手起来之后再下去，用食指拉它的上滑音，上行。好，那这一行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问题。好，好那其的，他今的。天真的。没有问题。哎，这再往后就好谈了。咱今天呢，上课内容就画到68页最后一行，但是69页一二三四行，这个第四行不好谈。有一个上行之后的一个切分音，然后这个不好谈。我们就是前三行吧，69页前三行。我希望我们中间毕竟隔一周时间嘛，可以预习一下，练练。它没有什么有难度的东西。69页第一小节，它的弹法和68页第三小节一模一样，两个 re 之后碰到嗦就停，一样的。再往下一小节，两个嗦上滑，好，碰到高音都停。大家找着规律之后，可以把这儿就是预习，看看音。找找都是哪个需要按上滑的，那最重点呢，就是68页。我们今天学了这一行，一定要搞清楚它刮奏的范围到哪停，然后左手什么时间去按这个上滑音，一定是右手刮完之后碰到这个音呢，我们就去按，正好右手在不间断的往上行去刮奏，那肯定。那我们左手按完这个上滑音，它正好就是出来的音色、音响效果，就是它上方音的音高，正好我们到那儿停，它就会形成一个连抹。刚开始讲，可能咱们以前没有学过，有一点迷惑，它又是上行又下行的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慢慢的先练练，好吧？那其他其他代表队友有没有？有问题？那今天就是练68页的倒数两行，再加上69页的前面三行，是吧？是吧？哎，69页前面三行预习，我们下一节课会重点，我们再通一遍。特别这上面有到单音要起手的地方，其实大家已经明白了，怎么碰到那个单音要抬一下手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明白。
好，其他征友还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那不要慌，我们终于，哎呀，经过重重困难吧，把前面的高山部分都练的，大家都练的差不多，我们碰到流水了，流水段落呢，更应该有哎，耐去耐问心。学校，去问一下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大家慢慢再练练练练吧。吧。好的，好，谢没谢问老题。师，谢谢老谢老师，拜师，拜拜。拜，再见。拜拜拜拜，吃完了。